2020中壢區經典台語演唱會活動現在開始。日光下的哼歌，不止哼而已，也要好好的唱啊。接下來領導的這首歌呢，是我的最常唱的歌曲，应该大家也是最熟悉的，大家都会扬唱哈啊！这位来唱这首《春夏秋冬》，谢谢。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大家都大赚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小虎哥，
你一个人是小虎，你知不知道加了我们两个是什么？小虎，对。小虎队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是。因为最近我看到 F 四合体，我想讲啊，小虎队嘞，你讲的小虎队啊，我两个加了你的队，啊，怎么都小虎队？我的想到游一游一游一，一起来跳一下，游游游一，跳一下，很下。很可惜的，我刚才没有准备这首歌哎。那你要补给我们吗？对啊，你要不要现场来带我们跳一下？而且一定要这样子哦。好嘞哈，要这么摇吗 ？OK， 那你教我们一下，好，我们跟。起来，快乐过日，幸福将伊担一边。啊，真心来敬伊一杯，欢欢喜喜过一生。爱情有伊有伊有伊，有伊有伊有伊。爱情有伊有伊有伊，有伊有伊有伊。醉落去，莫想过去，过去算什么？爱情有伊有伊有伊，有伊有伊有伊。爱情有伊有伊有伊，有伊有伊有伊。过一个好暗暝，我的爱情醉落去。太厉害了！其实哈，无简单吼，会当来到中立甲各位啊，大家见面吼，啊，小虎伫遮尽力。哦，一旦唱尽量唱完嘞，哈。哎，小五哥，你这么久没有出来哈，俺都在做什么？我没有出来。什么叫没有出来？我是说你，这阵子啦，我因为我才哈，小五哥哈，啊，孩子也大了，啊，这也是个很幸福的人生。没有，其实啊，小时候，那你现在就比较，就大家都有时候看到你表演，可是就比较少看到写新闻写你的事情啦。哦，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哦，对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人生要知足。我像我现在我就蛮知足的，是啊，我不是赚很多，但是我过得很好。嗯，而且你有吃不完的猪肉，吃不完的小虎香肠。啊，小虎香肠真的很好。接下来为您带来这首歌呢，我觉得这首歌啊，就是不是主打歌，但是它却在啊，一百天后边，啊，但是哈，它慢慢的。啊，任人家接受是啊，这首歌蛮好听的，很轻快，叫做《好歌顶红背》。满月想你，哇，这个是知道这首歌人哦，非常拍手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是永远的暗暝，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在倒去，徘徊街路边，一份宽肩过日子，除了想你，怎样来摆开心内的疑，心内你。
知伫倒去，徘徊街路边。是款款经过日子，除了想你，怎样来摆开心内的喜？心爱你敢知？你的名，月光的彼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。时间的笑话，月亮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女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寂寞心惊吓。喝瓜哦，咱这老歌演唱会，我就带来三首老歌，《古朴的小的流浪女》，还有《黑的小姑娘》，个妈妈，请你也保重，谢谢。哦，掌声欢迎。市长嘛是歌迷啦。嘿，是，谢谢谢谢市长，谢谢。Yeah.
谢谢。小五哥，刚刚我们直五哥的唱歌非常好听的，粉丝们说拜托开演唱会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呢有在我们亚洲电台的 Facebook Live 做直播，拜托开演唱会，拜托开演唱会哦。但是啊，卡叔今天跟阿公唱了不够好，大家管多多原谅啦哈。啊，想音效我跟一雄 Kiki 啊吧。市长，市长，你最大，你来评评理，他是不是太客气？市长说赞呐、啊，所以接下来是谢谢啦，因为市长，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？市长是个艺人呢。我跟你讲，伊最厉害。一号，我主持过也别活动，其实都有请到市长，他什么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记得哎。当然啦、啊，好强哦、全国最棒的市长，真的。我们的施政满意度第一名的郑文灿市长，这不会讲的，这不会讲的，真的我让我了解，我让我来看。对，市长继续来带好歌给大家。啊，接着为各位带来这首歌呢，啊，也是我很那个算是啊经典歌曲。是你哪一首不经典？每一首都很经典，对哈，每一首都超经典，大家都朗朗上口。我觉得小五哥开演唱会可能又要做一个烦恼，那个歌单不知道怎么开啊？怎么选？其实我之前在巨蛋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总共唱了有啊将近50首的歌，哇，对，唱了差不多3个小时。是，那当然呢、啊，那个时候的状况必须要很好才可以唱那么多歌。对，那今天如果说状况好一点的话，我也可以唱到12点都没问题。对，尤其是大家掌声要够，对不对？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蔡小虎，再次欢迎。为你带来一首新歌《空空胡萝卜》，谢谢。希望大家生活让我们过得快乐幸福，谢谢空空俱乐部，谢谢健康的他们，不是空空的我们。
再一次跟各位说谢谢 ，Thank you。听众朋友喊什么 ？Uncle， 那个叫叔叔出来了。对 ，Uncle， 真的，今天歌王来到我们中立，怎么能够轻易放过他？回过一段继续，一生只有你，谢谢。请小五哥呢一起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桃园社大家长郑文灿市长，欢迎市长，我们这次有请市长。
首战的指定。